玩来过几次，只要一看到海呢，还是觉得很兴奋啊。今天呢，还是用我的毒刺三批，三批感觉。啊太酷了吧！自从啊，季长啊，嗯，哎呀，没事。嗯，哇，跳老子算，哇，跳老子算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这只本来很想要放生说。这是放生啊，看它会不会活了。这是太小了。它游走了、欸。我靠，懂不会哦。嗯，哇，这条线不是大一点呢、欸？哎，这我靠，懂不会哦。哎，自动脱钩。好腰啊、嗯、那就这架吧太小只了吧哎哎刚插过是油
喂，奇怪，哎，还食一个对不对？好，钓鱼哦。房间哇啊，靠腰啦，那个，又到水平了，那个。啊，高五十了。这么小的铁板，这个好了，你要收了，跟草底的鱼不太一样了。那今天试用一下鱼鼻钩，哦，基本上还是一样啊，我觉得钓起来小鱼居多。然后重点是这个鱼鼻钩呢，钓完之后千万不要乱丢，原来的袋子把它拿来，钓完的鱼鼻钩把它收纳。回去清洗一下，如果没有生锈，下次还是可以用的。千万不要再乱丢在北极，因为现在在等我朋友哦，要载他出去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北极。北极呢，最近很流行用鱼皮钩，大家看一下。
着。废弃的铁板工，然后看，废弃的鱼皮工，把它捡起来，捡起来丢掉。废弃的吊足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吊足？这个哈、哦，为什么这种东西千万不要乱丢？因为呢，本人呢、啊，本人就曾经呢、啊，去无锡旁边散步的时候，被三年工勾到，勾到还去医院开刀啊，真是有够倒霉。所以这个三年工哈、哦，这个鱼皮钩之类的东西哦，真的不要乱丢。那你看。气的钱袋，这 KFG 好像绑得住，好，这个套住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最近彭靖跟志聪都有聊，想钓的可以赶快来钓钓看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